同学们好，我叫于婉云，大家可以叫我于老师。在新的一学期里，我将和大家一起学习中文知识，了解中国文化。中文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美丽的语言，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以学习到更多有趣的文字，以及更多精彩的故事。这样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